有人喜欢傍晚的星星，他说一闪一闪看起来让人安心。有人喜欢白天的太阳，他说暖洋洋让人感觉舒适。有人喜欢看花团锦簇，有人喜欢看绿色草原。有人喜欢城市的车水马龙，有人喜欢安静的古镇。有人羡慕国外的景色，殊不知国内这八个地方连外国人都羡慕。西安大雁塔水里葬花。大雁塔可以算是西安的一处打卡地，尤其是到了樱花季，更是吸引无数人前来观看。樱花雨最佳赏花地，大雁塔的樱花一般都比其他地方开得晚一些，每到樱花季，春风吹起，花瓣掉落，将地面和水池铺满，就像下了一场粉红色的大雪，美丽如画。在阵阵春风的吹拂下，樱花纷纷飘落，有的飘到地面上，映在绿绿的草地上，仿佛一幅画；有的飘到了水面上，在水面上荡悠悠，泛起一点点的涟漪，像一面樱花镜子。低头看看水中飘落的樱花，映衬着若隐若现的脸庞，真是人在花丛中了。这满园的春色，想必是春天给大地最好的反馈，美得让人怜惜。烟雨苏州江南雪景。苏州给人的感觉一直都说曼妙的女子的形象，烟雨中的苏州更像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雪后的苏州更是美得淡薄，美得像画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雪花缓缓飘落，落在乌篷船上，映着船上的红灯笼，白色加上红色，简直是绝美的景色。下了雪后的苏州就像是一首唐诗宋词，仿佛置身于一段岁月之中。云南大理最美尼姑庵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令无数人流连忘返。在大理有一个尼姑庵，它藏在苍山之中，可览洱海风景，可谓得大理地利之极致。这座尼姑庵叫寂照庵，如同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，这里非常寂静，远离尘世喧嚣，即使你沾染了很多红尘俗世，来这里也能很好的静心。新疆伊犁美人窝草原。如果说喀拉峻草原给人一种大气豪迈之感，那么琼库什台就是一片安静祥和之地。同样是遥远碧蓝的天空，同样是苍野无边的草原，而它却拥有着峰姿绰约的曼妙曲线。琼库什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，与喀拉峻大草原隔河相望。它就像女性曼妙的曲线，圆满丰润，奇特无比，远远望去像五线谱一样美妙。那些洒向草坡星星点点的羊群，就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，给草原带来了生命的乐章。重庆最美公路。或许对于喜好自驾的人来说，见惯了那些平坦的公路，但是你见过这样一半像夏天一半像秋天的公路吗？金黄色的水杉林与绿色的柳杉林临路而战，穿梭在其中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感。辽宁盘锦血色海洋。你见过清澈见底的蓝色海洋？你见过拥有少女心的粉色的海洋？这里是被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六大沼泽湿地，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的辽宁盘锦红海滩。南京人间仙境灵谷寺。在南京的七月，有一个地方是绝佳的避暑圣地，昼长吟罢蝉鸣树，夜深尽落萤入围，说的就是南京灵谷寺的萤火虫之路。在清幽静深的林间，踏着月色，伴着蝉鸣，感受那青罗小扇扑流萤的惬意安然。妙语深深，流萤扑朔，历经千年风雨的精床时刻，让人忍不住惊叹别样的夜晚。青海格尔木超级大盐湖。提起盐湖，或许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茶卡盐湖，但是在中国还有一处盐湖，其名与茶卡盐湖还比茶卡盐湖大了将近50倍。它的面积约为5800平方公里，是中国最大、世界第二大盐湖，也就相当于56个茶卡盐湖那么大，它就是察尔汗盐湖。